没想到吧，老子他妈小地图移动，操你奶奶！退啊，继续退啊！老子小地图都看得到。
de la vida.零这亏，打完这把开录像，我今年碰到他们最他妈过分的一次亏平就是这把，不会有比这把还他妈亏平的局了，兄弟。不是挂，是每一个眼都被反了，我操，每一个眼全被反了。我插一个假眼被反一个假眼，插一个假眼被反一个假眼。踩他兄弟，上来踩他，踩他，踩他！我一个波要死。可以可以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。干干，打凶点，打凶点。啊！别啊！我操！就这，就这你就想杀我？不会吧！听我呀，兄弟！你扒了个逼！今天死命令好吧，你必须得死，你不死我退了。哎，不亏不亏。啊啊！给个桶，求你了！我的我的我的，按错了按错了，对不起。眼里面头人头，老想投我的。给个机会啊！哎，加 buff。没有没有 ，CD CD CD， 我不是主 buff 的兄弟。我16秒，太久了。
手速，这就叫手速。投给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关键关键关键，谢谢谢谢。讲不讲讲？能睡觉吗？哎呀，稳掉！拍一下小莫，你妈死了！啊？在说什么？哎，我跳！我操！这波他们好厉害啊！他们这波也太厉害了！大吗？抓不到。别把输出格子给按住。我操，神经逼，神经逼啊！这么打的，我靠，血毒我，还能打？血毒我兄弟，蹲我蹲的好死啊，五个人在蹲，结果就跑了个小鱼人。找到你了，小凯。鸡蛋。我靠！这逼搞我！演员。还是被我封了，兄弟呢？兄弟没了，兄弟。好像怎么没有兄弟啊？感觉打起来。兄弟没得快啊，兄弟。经常都没有火，咋先走啊？
可以可以可以，随便拿随便拿随便拿，对不对？哦，加五十。可以，美滋滋。这样我们 TB 他们是看不到我们的，把他杀了。因为我如果动中路龙骑啊，刚才那个海明刚活嘛，他就可以替中来干我的，所以我不敢在中路动手。
开直升机一样的，妈的，像兄弟吗你？往我的走廊里。让我看一下视野内容，算是迪卡尔二级装备里面可以就是比较好用的一个装备吧。好的，我负责学了，学了去拉人。不放在这里。看看他之前啊，丢个辣椒，伤害加倍。我这个出装甲很低啊，所以我是比较害怕别人这个就是盲我脸的，尤其像这个海绵。我们替过来是加了天赋啊，我们实际天赋是隐身，所以我们隐身比较快，用完隐身之后可以再用一个隐身。不会想杀他吧？哈哈，那狗啊！哈哈哈哈，可以啊！哈哈哈，单本军团可以玩一玩，军团提法师。大部分英雄都被砍了，反正我觉得这版本风行就别玩了，风行这版本上个版本都已经很难赢了，这版本就更不用说了。完了，我是核弹，我离你们远一点。马上三十分，感觉骗的半卡没亏了。没有暗盖吧？保护楼给你看，我先看一下小红什么更新，看一下更新啊，这个。